朱古力配完美，因为大家好早晨，我是 tata， 冇错，见到摆咗呢个盘出嚟咧，就知道今日系同大家拍夜食嘅系列啦。冇错啦，话说咧，我就喺一间 IG shop 度见到一啲迷你嘅 cupcake， 咁我就决定 all in 晒佢全部嘅口味。首先咧，佢有四款嘅蛋糕底，有原味、朱古力、小山芋同埋八雀茶。哇！佢期間限定呢一個，佢個包裝紙咧都同其他唔一樣嘅。咁就 total 16件蛋糕，咁我唔客氣啦，我準備開吃啦。首先咧，第一個咧吸引到我嘅目光咧，就當然係朱古力啦。咁我就試咗朱古力先。佢呢一款蛋糕咧係好濃嘅朱古力味。嗯。哇！抹茶呢个咧，佢个抹茶味超浓噶。如果食晒咁多款味咧，我会朱古力底第一，第二系抹茶底，第三系原味，第四系八雀茶。呢个系我最中意嘅元素，朱古力底再加 Oreo。之后就是这一款朱古力抹茶，这个好像有阵糖味咯。我汁糖味是什么？上面粒朱古力。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讲其实斑斓是什么味？其实我吃得出是一阵荷叶的味道，我也不太清楚。白雀茶配原味 cream， 朱古力配原味 cream。咁啲蛋糕咧已經全部食曬啦，咁咧主要咧就係分咗四個 base 啦，上面再加咗唔同嘅 cream 同埋 toppings， 咁大家咧就可以選擇翻自己中意食嘅蛋糕底啦，之後再加上面嘅 toppings， 咁我都食得好滿足啦，咁今日都食得好開心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咧，就記得俾個 like，share 俾身邊嘅朋友仔。有啲咩想同我講咧，就喺留下 comments 同埋 follow 我嘅 Instagram。下條片想我食啲咩咧，就喺下面留言同我講啦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大家。今日是以甜甜的一天开启我一日，现在是早上的时间10:00，好啦，拜拜大家。